花金儿个装浓像浓，装古像古。本来他在山西道儿上头，他就是以推车子为名，过历史大代王。哎，你瞧他金儿个装扮个推车的，从头到脚全像推车子的。头上就戴了一顶坏草帽，这草帽打你，为什么要打呢？不但是打呢，帽子打鼻眼有孔，他把他一慢慢到地下，慢到地下呢，就把自己的这个两两红胡子呢，要稍微当初这么半顿起来，要叫门兵看不出来。跨身上穿的是老两布的褂裤，腰带系得好好的，脚底下就穿了一双草鞋，齐鞭子担住，两个手就端出个车杆。车上头推的什么东西呢？两只大马，马宝，就是那个最大的马宝。说这一说叫马力口袋，就是嘞。那我们扬州人说就是马力口袋。其他呢，一大就五百大。这个两个马的口袋也大呢，不但是长，而且里头扎上两个关系东西呢。里头关的什么东西呢？里头全是关的些大扎头。哎呀，要关系大扎头做事呢，关系大扎头在里头嘛，将将把夸的可大拍到，他就藏在这个里头。你不能说夸子把个大拍到还是背住，还是夸子把个大拍到就插到腰里头，不能啊。空山人走到城门口和盘查呢，口音不对还不行呀、啊。他撑得起，他把个大刀明虎扎张的，他这背到身上还是掐掉腰的呀，不能玩。你说夸子不把个刀带到城里上，又不行，不带到城里边去啊？随后嘛，旁的人都没有兵器呢，不怕就是把官兵一扇扳倒了嘛，把官兵的兵器拿起来用就是了，不行啊。凡是谁一插船就插尾，夸子的武艺好了，武艺到了以后，内功到了以后，内劲就大了，他的力气就大了，他用的一口大炮刀，哼，出了手了哦。你像他的那个大炮刀，真正就一塌长，四浪之宽。那口炮刀厉害呐，喝了他夸的大炮刀出名的嘛。随后也站在梁山上头，等到玉溪岭陆军一上山考试中将的时候，夸子在部下的武红将当中。要算到第二名，你看夸的本事好不好呢？他用到旁人的家伙呢，抓到身上飘的，不行，非要用自己的一口大炮刀。之后吴家良就说了：“说是这样子吧，最好把国内车上头就推马的口袋，马的里头就装起大扎头，你就把个大刀的也就藏在这个马的里头吧。要带起大扎头就是呢，啊，要带你。哦，这就是吴家良想出来的。”
我们要路过一山到老木站想看才发长长通汽车来都留了都留了你说买东西去吃到了那三个拿回来老百姓呢有的老百姓他的他走的走他就是买东西的人通常都走了你到哪块去买东西呢肚子里头有的规矩没得进就能动手了呢夸子的麻的里头装的大灶头你要说村里头的人你走到他麻的面前抓起大灶头就叫了弯弯呢就看看大灶头呢稍微就吃吃草呢所以夸子的这个腿上头两只大麻的麻的里头关的大灶头他的一颗大炮刀藏在里头夸子就蹲出去的这个到这个城圈子里头啊西门的水码头啊挑水的又多你看看叫地下是一次一换在过去的路又不平整不是像我们现在都是柏油路啊在过去的都是最多十块子路就不错了还有些砖头路高低的洼你要如果到了三块子路这些水啊跌下来啊一次一换所以夸子躺住这辆车子哎你不要看推车子推车子要有推车的本事你们要拿了推下车子还要本事啊拉一行拉一也不要本事啊不好了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包办的行业大小哎在这行当中都有一个好处夸子推车的猛儿好牛像个好的牛夸子固然是端出车缸身子就倾在前头屁股就赖在后头样子难看这个帮他说样子难看他加上为什么要穿草鞋呢草鞋是保护你不要往出他推出这个车子该该该他这个脚底下把这样把住滑啊他这个屁股二面在这个地方扭啊他就顺出这个车一轮过去都是倒盆车耶你还要顺出他你要如果就这么朝前头推这个车一轮遇到了个高低掉洼的地方照常这么一碰一碰在这一刻啪嗒翻到了那辆车了所以他叫汤主车子嘎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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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山里的汤莫沙子就锁住了个营房门口不要以为夸的胆大胆子跑了人了虽然这个草帽埋在地上已经当起判断起来了这妇联咋把半段把他们忘上头半段不把他们忘而且他又是亮亮红红的审判门兵会都认得他所以他就够他就在这个地方忘老头住在那个营房门口呢一看看见夸子车子推着来了问了一下子啊赵子祥江江城外有风你不要看大灶头啊他不是三斤两斤啊两马的口袋的大灶头的香味出来了老头在门边闻了一闻晓得推的灶子老头这么一动夸哈斯嘎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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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城里头头
少年门兵在一望一观观，手也两朝接战，少年门兵忍不住了，一走就走到跨的车子前头，站着吧，跨子在王莽狠了一声，哎，车挡下来了，跨子不跟他走吗？他把车子直接朝上里走，不能玩，我们家两关起的门兵不来阻挡，便把门兵要路过来阻挡，不要走，哎，跟他商量商量，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西门没得进，进东门；东门没得进，进南门；南门没得进，进北门。东南西北四扇门都不许你进的，你不要怕，你就站在西门城门口，等到五丈二刻的时候，就不用门兵封锁了。叫同为同盟堵塞城门呢，到了那个档口，一起就朝城里头吼，一起就朝城里头冲，一声冲到法场，将将在五战相看，到了法场上就热吵起来了，大家就进去动手了。你要如果不朝里头冲的话，那来嘛，法场上头朝上进去的人少呢，那个官兵又多，我们的力量一点嘛，就斗不过人家了。到了那个档口就对不起了，我们就再去哄了，我们就冲了，我们就在城里头冲，将将五丈二刻一声冲进了城，正好到了法场，五战三刻动手，你看多好呢！吴家两个本事，他都是算得一当当啊，叫夸不跟他走。所以夸张呢，该车挡下来了，夸张喊了一声，哪块来的啊？车插哪块腿啊？车上头推的什么东西啊？说啥？少年门兵站稳住，老头子门兵过来了，兄弟呀，啊，老大哥，当他做啥啊？今儿当初他做死我的老大哥，看见？看见？这副装忙，哎呦，乖乖，你看，块头多大？啊，推这么大个车子，车上头这个麻袋，麻袋里头关的什么东西啊？啊，非问不可啊！老爷是叫我们来捧茶的，哈了他，老爷叫我们来捧茶的。啊，我来问你呀，啊。江才啊，你可是听见他喊了一声啊，对不对啊？啊，听他这个喊啊，他可是山西人啊，山西人呢，山西人一想说话嘛，未曾说话嘛，都是都喊一声的，我吧我吧嘞。你文件的赵志祥文件的车上四腿的赵子，我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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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问你啊，我跟那个主家的像头上啊，可是巨山家的在火店啊，巨山家在火店里头啊，喝得退火的啊，可是徐老师啊，哎，哦，爸嘞，我不是请你陪客的吗？徐老师想搞我认识的时候，我说嘛，大家出朋友玩玩啊，你不是跟徐老师也蛮要好的吗？蛮好的朋友，爸嘞，
咋那个徐老师就到我家里头去啦，曹老大哥啊，我对不起你啊，有件事情要拜堂你啊。哎，我说别紧啊，不好了，老弟兄嘛。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家女眷要养了。哎呀，我说大事啊。他不是我们村里头的人呐、他是某处乡里头人呐、他说不过呢，有件事情啊要拜堂的。我这个家具不是个一天两天三天两天的事情啊，早上等个几天呐、据说现在城圈子里头有告示贴起来了，来往三场大汉面上可以在我不报一看不许进城。哎，说呢请不下请多少人，旁人都不肯。我一请就请那个山西老夸，山西老夸姓曲，也是姓曲，也叫个曲老师。哦，哎，我告诉你啊，据说曲三哥在火店里头早子传到了，他上火了，上早子。所以就请的这么个山西夸子就带他推桌子了。他就是我们那个老朋友请的来的。哎，你把他当下来做啥？杨嘎嘎里头总在吹呀，你把杨嘎当下来，你把他当下来试笑啊。我竟然对得起那个徐老师的，你说啥我的老太爷，你做不开口嘛？我上来当的时候嘛，你就说来，你不说嘛，我不当他们。不对吧？对不对？对不对？不对。排队呢，你还有这个不大主意呢，哎。我来当面捧完了把你忘啊，了，你可是那个聚上个在火店里头后头退火的那个去拉事情的电工的，夸子再把他忘忘，那啥话？他家去了，你把的有几天的吧？你把店里头上火哎。推的早子，对不对啊？我一点都不错了，何家啊，对不起你啊，因为我们兄弟呢，实在不晓得，把你的种菜车子呢量下来了，怎么呢？打你的招呼啊，你进餐来，你走来。夸子家往往点点头啊，撒话。夸子家都该把车插起顿，嘎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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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参了。夸子进来参了，老头子在宁上往往少年人。兄弟呀，啊，老大，相信了吧？啊？当面盘查了把你忘掉吧，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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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